今日嘅 CEO 家長有啲特別，一就人數眾多，咁咧就好多年青朋友同佢傾啦。第二特別之處咧，過往咧多數一啲嘅專家啊，或者係一啲學者啊，或者係一啲嘅家長，或者一啲嘅機構嘅負責人啊，咁嚟同佢傾。今日咧就特別之處咧，有啲我哋嘅下一代嚇，年青嘅下一代咧，係同我哋分享一個課題。呢個課題咧都有一定嘅爭議性嘅。咁啊，近期立法會啊，或者啲嘅教育團體咧討論緊話，國情教育啊，國情教育應唔應該作一個專科嘅課題咧喺？即係學校裏面去教授咧，咁啊好大爭議性。咁有啲人話贊成啦，國民教育、德育教育對細路仔好重要啦。咁有啲人話，喂呢種係洗腦教育啊，即係話咧灌輸一種嘅國家觀念啊，強加於我哋自己人身上。咁對於個國家咧變成咧好順服好聽話咁樣，咁啊冇咗個獨立自主性，咁啊好有爭議性嘅。咁啊今日咧就有四位城大公共行政學系嘅同學咧就同我哋討論呢個問題。今天找你們談得好，因為你又既是一個研究員，因為早前我知道你們做了一些研究，探討一下究竟一般人或者學生或者團體怎麼看。第二呢，我也覺得你們年輕人嘛，你們是我們的未來主人翁嘛，我們現在退休就是你們養我們嘛，究竟德育、公民教育或者是國情教育，你們作為年輕一代又點睇咧？咁好嘛？咁啊，介紹下先啊 ，Barry， 係大家好 ，Eric， 係，咁啊 ，Joey 同埋阿彤，咁啊有男有女，咁啊好平均啊。咁我做主持人嘅，我立場中立，好嘛？咁不如阿 Barry 講講，你哋近期做過咩研究關於呢個課題？哦，我哋其實就近期就個國民教育啦，就落街就做咗一啲嘅問卷調查，咁我主要對象都係啲中學生啦，就問翻佢哋對呢個課程有咩意見咁嘅。其實問咗幾多個學生？大概有即係加埋網上就300人到嚟。Okay. 都繼續做，因為暫時到，因為做個結論㗎啦。暫時都暫時有停嘅都會有結論嘅。O、okay, K， 好啊。咁問下 Eric 啦。係。咁你問嗰啲學生或者問啲網上啲題目係涉及啲乜嘢嘅？啲題目有咩問題？涉及就係呢個有關呢個國民教育方面嘅諮詢內容啦，即係例如四大範疇啊，仲有一個佢哋就想問下佢哋知唔知道政府咧其實係做緊一個有關方面嘅諮詢，同埋佢從咩渠道知道呢個諮詢內容係做緊啲乜嘢？係啦，咁四大範疇，因為好多觀眾又唔知道，未睇過名，邊四範大範疇？主要係個人啊、家庭啊、社群啊、國家同埋世界，講漏咗應該係五大範疇先。五大範疇嘅，係。咁然後就問下佢哋呢啲內容係佢點睇咁樣？係係。通常個問卷有幾多題目㗎？最主要大概都係問九至十題到，九至十題到，就睇下個意見點樣。咁啊，Joey 有冇咩初步結論啊？啲問卷？初步覺得啲學生對國民教育嘅認識不足啦，同埋比較難知道政府用咗啲咩途徑去諮詢佢哋嘅意見，同埋去得悉到呢一科入邊嘅內容咯。哦，即係佢而家即係蒙查查咯，簡單講。係啊，即係大部分都蒙查查嘅。大部分都係從我哋問卷知道，佢哋都係多數由傳媒。哦，知道呢一件事咯。佢自己有冇啲學生真係細心睇下嗰個文件啊？有冇噶？有少少啦，都好少咯。集中都係如果係要睇嘅話，都係多數係真係會接觸呢一科嘅學生咯，就係中學生比較多。哦，即係可能公民科佢就會了解多啲，關心多啲。係啦，係啦。咁變咗係咪阿彤啊？學生係咪唔關心呢件事情嘅？你哋嘅？有冇一個結論或者觀察？其實學生，我覺得即係我哋做根據翻呢個研究咧，其實我哋覺得學生係關心嘅，但係咧佢哋知道渠道咧其實係有限嘅咯，根本上唔係佢哋唔去關心，但係佢哋冇一個渠道知道要去關心呢樣嘢咯。哦，咁但係政府都佢做過啲乜嘢咧？譬如我知佢好似網上應該有資料啦，佢有份諮詢文件啦，咁做過啲乜嘢啊？知唔知政府？其實政府出了一份諮詢文件啦，跟住叫我哋叫啲公眾提交諮詢文件俾佢哋啦。咁其實講真，學生真係唔會嘥花啲時間去做呢啲嘢嚟攞到關於國情教育嘅資料咯。其實坦白講，即係你問佢嘅就關心。你主動同佢講咪關心咯。哦，你被動咁叫佢俾資料俾意見，你咪唔關心咯。那個分析做完未啊 ，Barry？ 你哋而家嗰個300多份文件個分析做咗未？都是仍然進行緊嘅，其實咁大概都我哋都見到其實個結果就同阿彤所講嘢差唔多，其實係即係其實佢哋都係
唔係好清楚依一科其實係要學啲乜嘢啊，諸如此類。咁我知道你哋除咗做呢個問卷之外咧，你都做好多其他嗰啲資料搜集㗎。Eric 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搞過啲乜嘢活動去掌握一下依樣嘢咧？其實我哋主要邀請咗三個持份，主要邀請三方面嘅持份者，例如教育界啊。仲有一些專業人士等等的方面，再訪問他們有啲關於呢個國民教育呢一科的意見。另外我哋亦都親自去聽一個有關於立法會一個聽證會，聽下不同社會各方面對呢一科所持有的意見啦。同埋我哋有代表去咗教協去聽一個有關呢個國民教育科呢科的論壇去聽有呢方面的意見。有乜嘢觀察到咧？Joey， 即係你睇完咁多個活動啊，觀察到啲咩現象出嚟？有咩睇到啲乜嘢？其實喺立法會同埋教協著重聽到嘅意見，都係覺得呢一科應唔應該獨立成科？因為好多方面嘅專業界人士啦，同埋一啲前線老師亦都講出咗佢哋自己親身嘅感受，話學校嘅壓力好大啦，行政工作好沉重。咁呢一科就唔知即係佢哋會認為呢一科唔應該獨立成科咯，同埋亦都指出咗諮詢文件入邊嘅不足咯。例如就係佢哋話正面嘅價值觀，咁佢哋亦都反問政府話點樣去知道佢哋能夠培育到一個正面嘅價值觀咧？同埋老師嘅培訓又點可以做到真正嘅國民教育帶到出嚟咯？咁係咪似乎好多人都提出啲憂慮多，正面嘅意見多唔多？正面嘅意見唔多。即係佢哋會覺得係支持呢一科，即係支持有呢一樣嘢嘅推行，但係就係對入邊一啲細節同埋一啲成唔成科嘅問題，就作出咗一啲疑慮咯。政府有咩回應啊？其實政府主要都係將個都係叫公眾提交啲諮詢文件俾佢哋，就根本就連即係去公眾諮詢嘅渠道，即係得一個，就叫你交建議書冇啦。咁人哋提出嗰啲，譬如頭先阿 Joey 講話，可能工作會繁重啊，或者點點點點咁，啲回應係點咧？即係針對嗰啲一啲所謂負面嘅意見，政府有冇咩積極回應啊？政府其實當然有人不停咁解話啦，但係解唔解到中個要點咧，就會有待商榷啦。你自己觀察咧，解唔解？我就覺得你聽起上嚟，你兩邊都聽啦，你覺得點咧？我聽起上嚟就覺得其實政府只是單方面聽意見，但我覺得他好像沒有給到任何反應咁咯。哦，係咩？即係好像木頭公仔咁樣，聽完就算咁樣咯。係咩？咁對佢言論不利嘅喎。你好似嗱，你頭先有啲初步觀察，好多年輕人都係從傳媒去聽噶嘛。咁譬如一個報道一次嘅討論會咁樣，咁依邊有好多質疑或者好多意見咁。咁依邊咧，咁我就聽唔會嘅。咁依邊聲音咪大過？咁啊，變咗啲人就會可能受依邊負面嘅影響，會唔會有咁嘅現象出嚟？其實都有嘅。我哋做咗研究嗰時咧，其實中學生對中即係受訪者咧，其實對呢個國民教育係有少少誤解嘅，懷疑係洗腦教育嘅，因為政府冇講到任何關於其實佢係咪一個洗腦教育咧，佢冇解釋，冇得點解釋到其實。咁但係而家嗰個年青人嗰個贊成，即係你個問卷啦，可能你做咗分析緊啦。初步你覺得佢哋係贊成有呢個科目啊，贊成呢個內容啊，一話好似有啲團體咁，都係好多質疑嘅。其實 ，Baby 講下。咁其實我哋問卷都見到，其實學生上基本就唔反對有呢一科嘅問題，但係反而就如果要從政府推行呢個教育嘅目的嚟講咧，咁就似乎係政府就未暫時就未做到佢成效，因為學生佢哋其實佢哋唔反對有依一科嘅獨立存在，但係佢哋讀完依一科，但都唔會覺得對個國民身份嘅認同係有所提升。哦，係咩？係啊，係啊，即係冇效果咯。係啊，係啊，即係雖然嗰一科未開始，但係喺個問卷依三百份問卷當中，其實佢哋都唔會覺得讀完依一科會令到佢哋個認同國民身份認同感提升。
咁得意嘅，即係個道理喺邊度啊 ？Julie， 你有冇討論過分析？即係嗱，我哋做教育，咁就希望你建立到呢種嘅諗法。譬如我教你數學，咁希望你識數啊，希望數識一加一等於二啊，一斤幾錢識計啊，咁希望有效果啊嘛。咁而事實做到啊。咁國民教育等希望我理解咧，等下一代有對國家個認同啦。認識啦，無論好唔好啦，咁於是乎佢有個參與啦，就甚至作出貢獻啦。我想象中係咁啦。但係你哋話咧，年青人上完堂係麻木咗，冇幫助喎。點解咧，阿 Joey？ 你嘅分析係點解？點樣觀察咧？我自己覺得可能佢哋接觸完所有學。即係所有教過嘅國民教育入邊嘅嘢啦，咁但係可能有啲佢哋只係教授，但係冇話一定要接受同埋唔接受咯，所以佢哋可能就會覺得我聽完老師教我嘅內容就夠啦，唔一定要認同我自己有冇國民身份。咁其實依個如果咁樣講法就我都反而正面啲喎。即係話你咁樣講，哇！邊邊個國家主席好好不得了，我哋特首好到不得了，咁你講嘅，喂，係唔係咁啊？咁即係反映到年青人係有嗰個獨立思考喎，係咪咁嘅意思啊？Eric 係咪咁啊？即係我睇法係咪？即係你頭先你講啊，頭先我嗰個嘅觀點係咪就係咁啊？真係咁嘅意思？即係年青人有獨立思考，所以你話乜就唔代表我就接受你嗰套，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其實年青人。即係對於知識的追求都會係比較活主動啲嘅，始終都係好多嘢未接觸到，可能會有啲好奇啦。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你所提出嘅內容，即係唔係喺青少年心目中所諗咧？即係而且你政府成個諮詢過程入邊，其實都冇乜點問過青少年呢方面。即係例如你好四場諮詢會入邊，其實你。青少年主要參與的程度其實不好多，主要都是有啲專業人士、啊、教師、啊、教育界人士等等參與。你觀察到有冇青年人學生去參加？嗰日立法會嘅諮詢嗰個聽證會有幾個代表啦，但係問題都是在於大專生、啊、大學生嗰啲代表，即係比較活躍啲嘅大學生先去參與啲，反而一啲中學一啲小學生方面嘅代表就比較少啲。啊，佢有冇開啲聽證會或者討論會咧，俾啲學生嘅？有冇嘅？阿董。其實主要都好似Eric 所講咁啦，其實主要都係俾一啲專業人士啦。如果你講中小學生去參與啲聽證會啊、論壇之類嗰啲，通常我哋所見咧就得教協嗰、那個咯，即係教協嗰個因為係公開嘅，其實咩人都嚟得。咁我哋所見就有個叫中學生，係啦，中學生嘅團體嚟表達自己意見，同埋教學民思潮，係學民思潮呢個組織， okay. 即係有啲中學生嘅組織都有，同埋教協都有。邀請到一部分嘅中學生嚟表達佢哋自己的意見咯。但政府安排嗰啲諮詢會啊，或者其他討論會就好少，好少。咁如果咁嚟講，就中學生嘅意見係可能係被忽略咗，係咪咁情況？全部都係，係咩？咁所以你哋就做補充翻呢個資料。係啦，係啦。咁你點樣用嘅資料？你會唔會話將呢啲研究嘅報告或者做咗啲報告交俾啲有關部門去反映意見咁樣？我哋會之後我哋會做翻個建議書，其實做完分析這個研究分析之後，我哋會整一份建議書就俾翻俾政府，就反映翻其實中學生啊各方面係點睇嘅，咁就可以補充翻依個佢哋忽略咗嘅一方面嘅聲音嚟。咁你好偉大喎，重要喎嚇！你係問曬專家，問曬教育界，問曬議員，喂。我哋用家嚟噶嘛，學生點算啊？我哋日日叫我講啲嘢都唔啱我聽，就好冇人噶啦嘛。咁你係幫手做呢樣？係啦，有冇效㗎？即係有冇份量啊？你個報告有冇信心啊？個報告信心有嘅，係啦。咁但係都係睇翻政府會唔會想聽到或者會留意到學生其實都係佔一個好重要角色嘅。啱，因為佢最終係用家嘛，係啦，教育佢哋。咁年青人而家。應該有佢自己的一個諗法噶嘛，咁你國民教育、德育教育其中一個環節都係要即係培訓佢個獨立思考啊、分析能力噶嘛，咁而家你要相信佢有分析能力、有獨立思考，所以要聽佢意見，咁你當佢白痴嘅啫，你意見都冇用嘅，咁你即係自打嘴巴嘛，你又要訓練佢有一樣嘢，但你又唔信佢有一樣嘢，咁所以你嘅意見好緊要嘅喎。
佢哋用家意見先係最要嘅。係咯，即係咁，即係你幫佢就係啦，幫佢綜合佢意見。係。咁你俾心機做個報告出嚟咯。嗯。有冇二三百字張紙咁啊？希望做到啊。真係咁多，啲官唔會睇到做咩咁咁多時間睇咁多嘢嘅，精簡。精簡係。到 point 啦咁。但係有冇兩三點嘅初步嘅分析，你哋觀察到嘅？啊，或者阿同有冇？初步你哋啊傾開緊時，喂，咦，有依幾個觀點啊，值得反映喎。其實我哋即係成組人覺得，其實推動國民教育係好事嚟嘅。嗯。但係係咪獨立成科呢？如果佢真係獨立成科嘅話，會帶嚟啲咩對啲老師啊、學生咩唔好嘅後果呢？嗯。其實大家都之前都講咗，其實老師行政壓力好重噶啦嘛。嗯。咁佢哋所做嘅嘢，其實直接影響到學生吸收嘅質素噶嘛。嗯。老師都不好，學生怎會好呢？所以我們都會提議政府，不如搞一個試點，或者是直接押後這個推動國民教育這個這件事，或者再想清楚是不是真的這樣做對學生會最好呢？但有沒有急切性呢？即是譬如你們想說押後一點，其實有沒有急切性？即不押後得的，其實有很多政府現在很多嘢都壓後緊啦，嗰個替補機制又壓後啊，有冇急切性啊？呢個教育急切性其實根據政府俾我哋嗰個諮詢文件咧，其實佢講過話我哋之前所做嘅國民教育係好成功噶，佢哋俾我哋嘅數據係好成功嘅，佢話俾我聽嘅。咁其實有冇急切性呢？咁其實我覺得過往嘅嘢都好噶啦，即係佢話好好啦。咁想再好啲得唔得？係啦，咁如果你想再好啲嘅話，係咪應該需要一段更加長嘅時間嚟研究？研究呢個所謂係真係好嘅方案，係咪真係對於我哋香港學生適合？即其實你個觀察就是學生贊成呢樣嘢嘅，有啲內容啱，即係佢講到提到話啊，個人啊、家庭啊、社群啊、國家甚至世界咁樣呢幾範疇，學多啲嘢都係啱嘅。不過就個方法。係咪獨立成科？獨立成科就好多問題，咁啊出現好多執行上嘅困難。咁所以不如就慢一步，但係如果慢一步都唔代表解決到問題㗎。即係你今年唔搞，明年搞，明年唔搞，後年搞，呢啲問題都存在嘅，係嘛？係咪咧？但至少我諗而家其實各界都有好多嘅意見俾到政府，其實佢獨立成科或者佢推行呢一科嘅內容。其實有些位置是值得是再去修改或者去再討論。其實押後推行，其實我諗係對整個科或者課程的設計，其實會有一定的幫助。其實至少有些譬如各界有爭議的譬如是咪洗腦啊，即係嗰啲內容。咁如果有時間可以押後再俾政府再修改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可以。消除各界的憂慮喎，即係等大家容易適應一啲。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睇我你哋初步嗰個觀察或者個資料咧，就方向就正確，做依個內容都啱噶啦，係手法上啫。係，一係獨立成科，一係就唔需要獨立成科，好似而家咁樣。嗯。咁於是乎咧，你哋話不如呢樣嘢再研究一下先，再討論一下先。甚至找些試點先，咁因為咧，而家做開嘅嘢冇停噶嘛，咁你都話做得幾好咯，咁樣咪唔需要咁急啊，好嘅嘢繼續，想好啲都要慢慢去調整，成個諗法就咁樣。係啊係啊。咁但係政府嗰個初步嚟講回應係點咧？佢係咪夾硬要去好似嚇替補機制咁夾硬衝唔掂啊甩碌啊先至再睇？因為佢係有即係政府態度，你哋觀察係點？Eric 有冇睇到啲咩啊？即係其實政府都係想希望推動呢個國民教育一科啊。係。即係其實坊間所謂講，即係其實政府推動呢一科係有啲即係啲政治任務呢個意味啦。嘅其實因為政治任務即係咩意思？你哋即係意思可能係涉及一個。即係所謂嗰個，即係中央方面委派嘅任務。哦，即係上面老闆話：喂，你搞掂醫科佢，咁樣佢就夾硬嚟咁啊？係咪咁意思啊？即係其實而家社會上，即係令人感覺咧，香港嘅言論自由好似逐步咁收窄緊啦。即係而呢方面，其實政府即係喺呢個時呢、這個咁比較敏感嘅時刻推用呢一科，又其實有呢個咁嘅疑慮嘅，即係政府即係推行呢科可能都係未嘗一件好事，但係問題要睇一個當時嘅時機係如何咯，即係 timing 唔好而家。
可以咁講。即係人哋會懷疑你，即係好似為老闆叫你指令，你就夾硬嚟咁樣。就變咗好嘅嘢，可能有個有啲人會有啲錯誤嘅一種嘅分析喺裏邊當中。咁、但係你覺得事實係政府係咪即係受委託，所以一定要做呢樣嘢咁？即係其實根據呢個政府嘅諮詢文件所講，其實即係過去嗰十幾年，其實已經喺學中學、小學已經推動呢個國民教育啊，例如德育教育呢方面工作啊，跟住又話根據呢個成功嘅經驗，而希望可以將佢獨立成科。其實即係睇到政府其實希望想做好呢一科，即係令到呢個香港人對呢個國民身份認同係有所提升咁樣。咁個國民身份認同，政府嘅動機係乜嘢？我想其實是團結的方面，其實我們都看到其實香港每逢政府一施政的方面其實都會遇到很大阻力，那個原因就是因為社會的不團結的問題。那如果假設這一科推行成功，那而大家都是認同的，大家都是中國人，那起碼那堆內地來的產婦，不會被香港人說去霸床位先，他起碼包容性會大了，令到社會和諧了，推行政策那方面其實都會是易了的，是的。但你同不同意這個動機呢？因為有兩種嘛，你班有咁鬼嘈，咁多意見，令我施政困難，我就洗你腦啦，乖啦乖啦，你聽我話，我最好，咁呢種叫一般嘅洗腦啦。咁另外一個角度就係，睇嘢大啲闊啲，佢都係中國人啦，使咩分得咁清楚啊？一河之隔啫嘛，大家去到咧，咁應該我哋包容佢。兩個出發點效果唔同噶嘛，你覺得政府想係乜嘢效果，或者你會覺得係邊個效果會出得嚟？出嚟準啲咧？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咪真係會想洗腦？咁其實呢個目的，我覺得就可能就未必嘅，可能就啱啱我所講話，大家團結啲，嗰個目的是真。咁其實如果係洗腦嘅話，咁佢何必搞科通識科出嚟咧？咁其實我諗係後者嗰、那個政治目的會大少少嘅種。阿童你點睇啊？即係成個政府嘅動機。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哋之前2008奧運嗰時，見到其實我哋香港人咧，見到國家攞到咁輝煌成績，其實都感到開心嘅。咁其實我可能政府可能見到我哋其實回歸咗十幾年啦，咁我哋其實香港人喺見到中國輝煌嘅時候係好開心嘅，毫無之疑嘅大家都。但係見到啲唔好嘅嘢，我哋係咪要再去出聲呢？而一個出聲是要一個理智咁樣出聲呢，所以我覺得其實香港政府叫搞呢個國民教育，其實係想我哋了解多啲中國好同唔好嘅方面。咁你如果咁樣，你都覺得呢個係算係個動機嚟嘅？算啊，即係唔係一個政治陰謀嘅動機嚟？其實我覺得係搞嗰個人。揀差定揀得不好啫，其實係即係咁啱。即係而家氣氛不好，咁所以佢就又中招啦。係啊，阿Joey咧，你點睇政府嘅動機咧？我覺得政府嘅出發點幾好嘅，佢都係想我哋多啲了解一下國情，但係真係好似佢哋咁樣講咯，出發嗰個 timing 真係唔啱咯。年青人會唔會都好似你哋咁睇法？嗱，依個頭先你個初步估量政府啊，你喺個調查國面咧，你有冇覺得年青人嘅動機係乜嘢？點樣 interpret 點樣去理解政府嘅動機？Eric 講下有冇一個觀察？年青人點睇人？即係政府動機。即係政府動機，即係其實青年人，即係其實可能對佢嚟講，即係可能基本上而家即係新制底下，即係三三四啊嘛，喺而家本身讀的科目已經比較多，加上他又要做很多的那些活動，增加這個學習經驗。Okay. 但是現在又整我又加多一科的話，分分鐘又要花界很多的時間去讀，因為可能分分鐘增加他的壓力。Okay. 學程教育就有爭議性，剛才我們有一點點火花都說出來了，不過幾位年輕人呢都相信政府呢動機是善良的，咁都希望等香港的年輕人呢就對於即係國家的觀念咧拉闊啲，咁可能呢個觀念能夠建立得正面啲咧，
或者叫做睇得闊啲咧，可能對成個社會發展都有種嘅作用。正如 Barry 講，喂，會唔會我哋之間個關係變得和諧啲，睇嘢會闊啲，冇咁多針鋒相對，咁係咪對社會好啲咧？咁呢個就係初步一個咁嘅啊幾位善良嘅年輕人嘅諗法啦。咁不如我哋休息翻嚟咧，就討論一下咧，就你自己個人點睇啦，即係點樣分析一件事情，你自己有咩觀感啊？可以個別唔同嘅，唔需要到綜合頭先嗰啲意見嘅。咁我哋休息翻嚟咧，再同幾位年輕朋友講下國情教育。今天我們有幾位城大公共行政學系的同學跟我們談談國情教育。政府近期就出了個諮詢文件，很有爭議性。上半決就幾位年輕朋友就跟我們報告過，就說做了一些調查，年輕人怎樣看件事情。我們都有初步分析政府的動機是怎樣，我們的結論，他們幾位結論呢，就基本上是善良的，都希望我們試好好闊一些。這個就是一些你們做的研究裡面得到的資料。回到來你們都是年輕人嘛，未來你的主人翁嘛，特首當中局長在那裡，你們你怎樣去看整個發展，你自己有什麼判斷？我想Joey來看一下你個人看法，國情教育應不應該在香港教呢？有沒有條件教呢？其實我覺得國情教育是需要在香港教的，因為香港都知啦，之前是被英國佔領的嘛，咁變咗一個全球化的城市啦，咁又真係會脫離咗中國係好耐嘅時間，咁我就覺得呢一科係真係好需要喺香港推行嘅，但係推行嘅方法就要看看其實我自己覺得推行的方法就應該在每一科慢慢地滲入，例如在中文、中史或者是通識其實都可以學到這些國情教育的資料，就可以從而就不用這樣增加了學生和老師的負擔。形式上就當然很多方法都可以，統一同科有方法，我反而這個我就覺得爭議性不大，除非阿爺說一定有科，我不知道他怎麼想。方法其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帶不帶到效果嘛。剛才 Joey 說的，就我覺得都有個道理，就是我們其實跟國家即雖然說回歸都有十幾年，但似乎呢都有一定的疏離感。很多調查說年輕人不喜歡回大陸做事，這個是跟這個世界脫軌的，全世界的人都說想來中國的市場去做，但香港人不喜歡，可能他對國家有負面的觀點都未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了，Joey，我想再問你，好了，你要國情，要拉回這個關係，國情教育是應該涉及什麼的內容呢？其實我覺得國情教育應該正面的事件和負面的事件都要吸收到，亦都可以讓學生知道整個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啦，不是只是看美好的一面啦，可能在另外一個地方有些人過得很貧苦的生活，不像在北京啊、上海那樣很繁華那樣。因為你認識中國即係好多好多方面嘅，譬如話上海哇發展好快喎，浦東哇二十年嘅浦東同今日嘅浦東之前兩個，二十年前我哋睇過浦東，哇即係爛地一片，今日哇是一個大城市大都會嘅一個感覺，咁好多經濟起飛咁樣。咁但係香港咧有好多消息關於國外嘅，雞蛋又係假嘅，奶粉又係假嘅。跟住貪污事件又有人知嘅，咁跟住咧又好多意見人士又拉艾薇薇事件，喂，咁你搞啲教育同中國嘅疏離感越大喎，你敢唔敢翻大陸食蛋啊？你聽唔聽大陸？你翻大陸拉你咧？你翻大陸話打到共產黨即拉嘅喎，咁喂，你中唔中意個國家？咁你教呢啲嘢有咩用啊？咁樣係咁或者啱啱迪生你所講嘅，只不過係中國其中嘅一面啦。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嘅中小學生都會明白到一點，翻大陸就唔可以亂講嘢。但係即係如果去過其他，譬如山東啊，即係北京啊，即係其實如果真係去過當地的旅遊的話，你其實你都會感受到當地其實啲民風係幾淳朴。山東啲人係其實就唔係好似深圳嗰啲外省人話會成日呃你啊，就冇呢啲事嘅啫。咁食嘢亦都係你譬如俾好少錢，其實都可以哇幾個大嘅饅頭，咁亦都係同手無欺。咁所以我會覺得
國民教育其實最緊要就係、是、即係其實都好啊，佢入邊內容有一個係可以俾即主要係交流團啊嘛，其實俾學生直接去當地體驗，其實係一個最好嘅方法，亦都係一個最好嘅國民教育。即係你嘅阿 Barry 講法就係、是、可能頭先我講嗰啲報道都係中國一部分嚟嘅，就唔好以偏去概全啦。咁同樣我哋亦都唔好話喂睇到佢哋可能有啲介紹你統戰你嗰啲又講好咧，亦都唔好將好嘅嘢又以偏概全。係啦，其實更加需要就係大家了解立體多啲。咁我問阿童啦，中國都仲有好多即係唔理想嘅地方啦，國家發展仲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其實我哋認識多啲，會唔會影響我哋對國家嘅認同更加負面？反而我覺得你認識多咗，會理解到點解會有咁多負面嘅嘢發生咯。而你學多啲，可能你會覺得啊，我第時要改變呢個現狀啊，咁樣周圍偉大啲咁諗啦。你了解咗一件事嘅背後，就算佢正面同負面，你都可以。覺得、啊、我應該有能力幫助改變你將來的中國喎、所以其實國情教育是好嘅。如果一個理帶有理智的國情教育是好事。即反而你不擔心認識多了中國不好的地方，於是乎對於個國家會遺棄，反而你就更加我想正面咁樣去對付依樣嘢，正面要建設依樣嘢，係積極一面嚟。即係我哋啲將來啲人工真係掂啊 ！Eric， 你點睇咧？即係國民教育啊，俾你睇多啲嘢啦，係好處定唔好處咧？會唔會睇到更加唔好嘅嘢，更加唔中意我哋嘅國家咧？即係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國家嘅公民咧，其實都希望自己國家、自己身為一個國民可以了解一個國家嘅正面同負面啦。即係一個政府做得好唔好，其實。即除了一個在經濟啊、軍事方面的成就，其實都要看看其涉及不同方面的範疇。一個國家其實好的國家應該是話曬俾正面、負面同埋俾你的國民知道，你令到佢哋可以了解而家成個國家的發展如何，令到有個國民有一個使命感，希望可以改變現狀，令到呢個國家的未來更加發展得更好。我就很欣賞你們幾位這麼積極性，好像我們是國內人，我們都是社會推動社會運動、爭取民主、關心這些民生課題，我們在六七十年代整個香港，我們講回香港都有很多問題，都很多社會的不足、很多制度上的不完善，我們的心態不是、你這麼差、你香港這麼好，我走了或者我不理了，即是放棄或者很消極地看，我們都是一班朋友都是很積極，有問題嘛，我們要衝擊它咯，改善它咯，不是同你甚至我們有時用抗爭方法，要將個環境改變翻，等我們生活環境好啲，條件好啲，就下一代更加會好啲。咁我哋都係用個積極，咁我覺得我好欣賞你哋啫，將呢個咁嘅觀點都放諸喺呢個中國，因為中國都係一個我哋國家一個發展階段嚟嘅，即係佢有進步位，但係亦都好多未夠嘅。進步位我哋欣賞，唔夠嘅我哋改佢。就唔係話你你咁鬼差啊，乜乜乜乜咁。咁我所以我如果你哋咁，嗰、個年輕人係咁，我怕咩洗腦啊？洗你唔到喎，係咪？即係你哋會好似咁，我你睇到唔好嘅嘢，我又唔會話抗拒你。好嘅嘢我唔覺得話麻木咗。中國十全十美。咁其實都唔使驚啊！個爭議性係咪需要咁敏感咧？阿 Barry， 其實係啦，即係我都覺得其實而家唔似係九十年代咁、那個社會，其實上網其實你想要啲咩資料、你都可以揾到。咁、某程度上要洗腦唔係一件易嘅事咯，我覺得。咁反而就係、你要如果你政府從一個動機去話去洗人腦，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不會咁蠢啊！咁蠢啦、啊，其實係啦，洗唔到係咪？洗唔到嘅其實。譬如你阿Joey嚟睇，譬如中國夠封閉啦，喂，我記得佢哋啲信息都可以揾到好多政府唔想知嘅、唔想人知嘅嘢，佢哋都揾到嘅喎，係嘛？咁你使唔到土禁唔到嘅喎？國內都好多遊行示威嘅，我知。係啊！你話禁啫，但係都好多喎。係啊！你拉咗艾薇薇，就好多個艾薇薇啲人喺嚇。有一次我喺 K 報嗰個新聞都講啦，即係佢講一啲大學，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就係大學畢業禮咧，有啲校長、副校長出嚟説話，佢話有引述一啲好有趣嘅。有一個副校長咧，佢話：中國咧政府成日叫我哋唱革命歌，又唔俾我哋搞革命。咁咧成日叫我哋鼓勵睇嗰個建黨偉業。
又唔俾人搞黨，咁佢都公開講，其實都係咁越嚟越，你話喂禁啊，你要使其實唔通喎，係嘛？係啊，其實就算你想使都冇得使，係嘛？係嘛？政府唔會使你哋嘅啫，使唔使到你？其實應該是使不到的，因為學生都有自己的想法，還有即係會去自己去評論這件事的對與錯，嗯，所以我就覺得是在乎每一個學生是怎樣去看每一件事咯。你擔不擔心有這個效果，擔不擔心有效果會出現，即是好了，國民教育呢下學年開始了，政府教他的一套東西，你擔不擔心出現洗腦這個效果出來？少少啦，因為如果過分長期就是接收學校的知識，如果真的沒有去在對外看一些傳媒的報道，或者再上網去看一些資料的話，可能真的會有這樣的效果會出 現， 會出現，啊，同學以前呢，你可能你們 未出世啦，文化大革命你知啦，林化大革命當中年輕人的參與很大的，年輕人就被人洗了腦啦，即是咩咩爹親娘親就唔及咩親啊，無主地親啊，反要鬥抗爭呢個傳統，反曬咁，佢哋係俾人洗咗腦而依照做一啲啊，即係常理上都超越常理嗰啲做法。咁呢啲局面會唔會出現咧？阿同，咁我覺得香港學生其實出名係有批判性思維嘅，咁讚你自己啊？唔係，咁大家都香港嘅學生嚟㗎嘛，如果政府真的要執意要洗我哋腦嘅，我覺得其實香港的學生有自己自我的思維能力啦，批判到我可唔可以俾你洗到腦咯？嗯，咁啊，等 Eric 講咧，個 timing 唔好，呢個 good point 嚟嘅，即係你個水唔順咁你行，即係逆水行舟，或者個氣氛做唔到你。咁你認為個策略上，譬如你係而家係孫明揚啦。揸住壇嘢咁點啊？環境又不利，咁如果老上面又叫我要做，我降喺上面啦。喂，咁點？你認為點樣做會點行落去好啲啊？政府啲即係其實應該一個政策點樣推全面咁順利嘅推行，其實應該即係除咗政府嘅策略要啱啦，公眾嘅知情方面都好重要，因為你政策最終嘅受影響者都係公眾啫嘛。即係好似以呢一科國民教育科，你最終都係學生嚟接受呢個科嘅教育，唔係專於專業人士啊嘛。咁，你最緊要令到知道學生知道呢個科目嘅推行嘅目的啊、內容啊同埋方法係點樣，同埋都要照顧佢哋個中嘅意見咯。因為佢正如我所講，其實佢哋最終用家係佢哋啊嘛，接受教育係佢哋。咁所以其實政府喺諮詢方面，其實應該要加把勁啦。如果從你嘅角度咧，策略上。咁咧，我就再諮詢一下，或者拖慢一下，甚至揾好似咁啊，同講揾幾個試點，咁搞輪嘢之後，跟住正式先至搞翻原本，即係將本來聽日行嘅，褪多兩年或者一段時間先至咁行。咁啊，策略上就咁做，有冇效咧？咁嘅方法會唔會拖延咗之後，到時又重大嘅火頭，仲多人興，仲話喂試唔出嚟啫，仲好多問題啊，仲多問題。是不是越搞越彎咧？不如快刀斬亂麻，過咗佢就算，即刻搞咁，唔使嘈咁耐。得邊度得咧？阿力，你覺得？即係其實，即係政府如果好似正如你所講，即係好似快刀斬亂麻咁啊，相信都有好個結果，好似當日低退股機制咁，又要推到重來。即係聰明啲都係拖佢穩陣啲啊！係啊，阿 Ben 你睇。參與成嘅就係，即係你係而家係孫明揚，有委任你做孫文局長。喂，呢單嘢啦，我係特首，喂點啊？拖定係快快脆脆過咗個李德嘅死人啦，過咗就交到上面搞掂啦，冇理佢啦咁啊。其實我會覺得我諗俾一個緩衝期嘅，其實即係都呢啲都冇得急嘅。即係其實有啲技術上嘅問題，譬如你老師係咪真係可以教到即係佢嗰本諮詢文件嘅內容？即係我話咗舉例子啦。即係嗰本諮詢文件話，要讓學生即係自己係中華民族嘅兒女而感到驕傲。咁老師要點樣去教學生，令到佢真係覺得自己驕傲咧？係咪先？嗱，即係依個策略上冇問題嘅，但係你個老師點樣教啊？嗰方面其實都好似都仲未有一個好完善嘅方法去俾個指引俾老師。咁
學生就老師教乜就學乜嘅啦，其實咁呢方面老師要我諗要 prepare 得好少少先推行會好啲嘅啫。我諗都好容易啫，將啲奧運嗰啲領獎嗰啲咪神都播咁啊，一上台嗱奧運我又攞獎啦，哇全世界乜乜，我哋好多令人驕傲嗰啲位置，咁得唔得咧？仲喺啲咁啊，仲係做呢啲咪得咯？阿周瑜覺得得唔得嘅？將嗰啲好嘢咪成日講，成日講。但可能學生亦都會指出有一些反面的事件，三毒奶粉，通識堂轉頭教，有即係一堂講話啊，你最開心啦，令人流淚啊，跟住嗰堂哇奶粉又唔食得，雞蛋又唔食得，乜都唔有矛盾喺度，係啊，咁點係咧？即係做唔做到令我哋下一代對於中華兒女呢個咁嘅自豪感咧？即係去到外國之後咧，你係咩人啊？我係中國人啊嘛，馬屁咁。其實要睇其實應該係話要俾學生雙方面吸收到每一件事嘅起因啦，同埋個結果啦。咁就要佢哋慢慢自己去分析究竟係正面定係反面咯。阿彤咧點睇啊？教唔教到我年青人有自豪感嘅咧？其實我覺得你了解多一啲嘅嘢，咁即係瞭解啲關於自己國家嘅嘢，你根本上你自己感受都會深咗啦。咁自豪感同自卑感都可以兩個都有相對存在嘅。咁如果好似阿迪生之前咁，我即面記一面教啲奧運啊，全民會話我攞好多獎啊咁樣，但係而忽略咗豆腐渣工程啊、三木藝呢啲，咁其實自豪感係唔會飆升，即係唔會飆 up 咗出嚟咯。反而係覺得令到學生係更加討厭講，因為佢哋只係講一啲對自己有益嘅嘢咯，對自己國家有益嘅嘢，而係忽略咗你一個國家應該有，應該都無論一個幾好嘅國家都有啲唔好嘅嘢嘛。你忽略咗嘅話，其實唔叫一個國家咯。Eric 咧，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有冇中國人嘅自豪感？中國人的自豪感首先那個例子先咧，其實中國人去到外地旅遊，其實比一個在其他國家的國民嚟講，其實一個不是太好的印象啦。咁大鑊？例如有嗰啲新聞報啲報道話咧，其實中國人在旅遊嗰陣時做一啲令人唔係太過檢點嘅行為，例如隨處便溺啊、抌垃圾啊、隨地吐痰啊、打尖呢啲咁嘅嘢啦。其實我認為，作為一個公民嚟講，國民嚟講，睇到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睇到一個咁嘅報道，其實唔係心裏邊唔係太好受咯。啊，俾你想象一下嘢，譬如我哋喺度食緊自助餐，咁咧有個 captain 咧就攞個最好名貴嘅生蠔出嚟擺台面，咁咧如果成班係中國人會點樣嘅？搶咯！好啦，調翻轉頭，如果呢班係日本人，佢哋會點？排隊，要排隊。咁如果係有啲歐洲人會點樣咧 ？You first， 係咯，一樣咯。係啊，我諗即係交埋翻嚟飲紅酒傾下，好悠閒咁樣，即係去品嚐緊。係啊，咁呢啲係咪即係我哋中國人嘅自豪？但唔好講中國人啦，香港人係咁啦，老實。你班人你哋幾年都係㗎啦，喺度哇喂，你豪你快啲攞，唔係攞件喎，一攞大都攞到滿曬，咁最好成盤攞埋去。咁點搞咧？係咪自由咧？咪呢個絕對唔係啦，其實咁其實而家中國人所面對其實唔係話就係香港啦，其實面對全世界，即係個文化嘅衝擊嘅其實。咁其實如果中國人喺之後啦，或者可以我以接納到歐洲人嗰種禮讓，日本人嗰種秩序，而融合而改善翻或者唔可以改善融合翻自己嘅文化當中，我相信如果做到呢一點嘅話，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會對國家嘅嘅人民啦，會感到一個相當驕傲嘅自豪嘅成績啦，係。老實講，呢個都有過程嘅，即係國內可能教水平都仲係要再先進一啲。好多文明好似話世博喺上海我哋見 hardware 做得好靚，世界級。但係咧啲嘢攪攪攪攪破壞曬，因為都係人民嘅質素。咁要睇前睇後，咁係比往進步，但係向前面仲要多。嗱，你問我咧，即係我就會覺得我自己中國人好有自豪感。我自豪感在於我文化。
我哋嘅歷史，我哋文化歷史，我哋嗰種儒家學說啊，我哋嗰個親情呢種文化，我覺得我都自豪喎。係啊，咁我哋都好自豪嘅，我中國人吃得苦頭。啊！我哋都係一個即係災難嘅一個民族嚟嘅。啊，咁多年好多戰亂啊，好多災難啊，你都年年你都大到傷。但係我哋都即係咬著斧頭，咬著牙根咁樣去刻苦耐勞啊！咁我覺得呢種係自豪感。不過咧，近代嘅中國就一個管理啊、管治係仲有很多不足嘅地方。嗯。啊，咁我欣賞幾位同學啊，比阿彤咁啊，喂唔好嘅，咁我認識咗，我就唔係唾棄佢。或者自卑化，咁然後就我哋應該要啊點樣面對佢？由香港做起，有冇機會貢獻咗係祖國咧？咁樣啊？咁你因為有時我睇戲或者睇咧人嗱人好多情操嘅，譬如我哋朋友係種嘅情操，屋企人夫婦有情操，國家都有一個情操嚟嘅一個情。譬如話我哋見到個國旗或者見到我哋祖國有啲嘢，我自己就好激動。會流淚，咁呢種感人呢種有種咁嘅情操嘅。如果喺個麻木都係一種不足嘅，即係人冇朋友係一個不足，人冇夫婦關係又係一種不足，人冇國家感情亦都係一個不足。咁我哋香港人其實喺呢方面係淡都緊要嘅。我哋嗰代係好差嘅，即係我哋冇你係咩人啊？我都唔知道我是英國人啦、啊，因為香港人，因為中國人，我哋搞唔清啊，即係冇用呢種即係嗰個認同。你問美國人好清楚，我係美國人。日本人是日本人，國內都會識得話中，香港人是最慘的，即係尤其是我年代，我哋咧寫 pass 寫國籍咧就寫英籍，但你又不可以喺英國居留嘅，你即係冇身份係啦。咁你話你自己中國人又不似啊，我冇中國籍喎，籍貫你又寫大陸嘅，我上海籍貫又寫咗，所以你根本就唔知乜品種嘅。咁而家你好啲啦，你哋中國人清楚認識，我哋個年代係咁，所以我哋一代係冇咗國家嗰種嘅情操。我不講頭先嗰啲咁偉大啊，或者叫做咩政府腐敗啊貪污，我唔講啲，即係我感情上，其實我哋都搞唔清楚，嗱呢唔清楚，咁所以你一代，我希望你一代就係一種感情，呢個係一種人嘅情操嘅一個環節嚟嘅。你有攞老婆，唔代表你冇咗族中國感情，係兩回事，都要同存在。咁有呢個感情咧，就好似大暗啦，正面分析，咁啊就積極去面對啲唔好地方啊，因為。將來的世界都是你們的天下的，你們對中國有影響的，香港對中國有影響的，現在的經濟比較多一點，遲些政治啊社會會不會影響越來越大呢？你們站立得好，基礎好，對中國有批判有積極的，要勇於改善的，我們下一代就我們下一輪的中國的發展就是你們起動的，所以你問我國情教育，我個人意見就應該要搞的，認識不重要，就最重要建立我哋下一代有個感情，有感情有出發點，佢自己會關心啦，佢識得會批判啦，識得喺唔好當中裏邊改善佢。係，呢個我作為老人家嘅一啲好啦，我哋今日都嚇同年輕人咧講得幾開心啦。咁啊，最尾我又係一扮老人家咁啊，講下我哋一啲觀感。但係咧就作為中國人，我哋認識中國係有我哋嘅重要性嘅。我哋了解到中國有不足嘅地方，我哋改善佢；好嘅地方，我哋繼續鼓勵、加入獎賞。香港、中國已經係一部分嘅啦。咁既然係咁樣嘅時候，不如我哋好好了解我哋嘅國家，然後去點樣建設我哋國家。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啲。咁啊，多謝幾位年青人，我哋未來嘅主人翁咧嚇。今日嘅談論咧唔係傾談嘅，我哋又賦予佢哋嘅責任咋。將來建設一二三四加埋其他年青人咧，就大家幫幫手嚇，仲有後邊嗰啲幾位年青人嗰啲工作員咧，大家要做好香港，做好我哋國家。好，下次我哋再見。